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所以他的注解是集注啊，集经论祖师大德注解之大成。那么你读这一部注解，就等于读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，太难得了啊！所以我从前年把《华严经》放下了，年岁大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我这一生就专讲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不讲别的，就讲这一部。啊，龙溪大学建成了，我在那里开一门课，我说我到那里去当教授，啊，什么其他的名义都不要。我只专讲无量寿经啊，我开这一门，这一边汉学院建成功了，我也来开这一门，专讲无量寿经。其他的名义也开不了啊，人家要我推荐我去做校长，我就告诉他，校长我已经想好了。他说谁？总统当校长。我们汉学院建成功之后，我就想请首相来做校做院长。好事情啊，大功德了。啊，要让他们这些人来做，他们做会影响全世界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教员就可以了，教一样东西。我们这是专精，只专攻一样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我这一门就是无量寿。啊，终极的目标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什么都不想，就想到极乐世界去。就想亲自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希望我们这一回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又见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